大哥，啊，你怎么几天不见头发白了呢？白色。啊，你上次是染的呀？染的。哦。我不染不都黑？你看这边，你仔细看都黑了。啊，你这是不是因为没对象愁的，一夜之间白着头？对，关键你这红娘没当好啊。咋的呢？你这当好，你主动帮我多找两个，先好了不就妥了？你头就黑了。四个月后再见马大哥，除了头发变白了以外呀，其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精神啊。马大哥说，之前是为了上节目特意染的头发，如今啊也没有找到老伴儿，也没心情再染了。听红娘说，好多大姐都相中他呀，马大哥忽然有点喜出望外。自从你节目播出之后，相中你的大姐没有一百也有五十，哎呀妈呀，哎呀妈呀，有那些人吓死我了，真的就是好多人都相中你了。吓死宝宝了，吓死宝宝了，那么的啊，那个大哥太有了、哎。你说这一个人往这屋一蹲，跟那缝窟窿似的，是不是？哎呀，上次也没给你介绍成，这回我从了就是相中你的这些大姐当中啊，挑出来比较优质的，然后让你见一见，看看你觉得啊能不能成功啊？好。马大哥用一个人在家像蹲坟窟窿似的来形容自己现在的孤单，而此时距离马大哥家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的吴平吴大姐也同样感受着一个人的孤单。最重要的是啊，看完马大哥的节目后，对马大哥十分中意，想要为爱勇敢一次。就是这个右耳朵突然间的就是耳鸣，然后耳朵胀，完一检查这个耳朵听力就下降65%，走道就跑偏了，你想进厨房崩下就要撞墙那感觉啊！完了说你住院吧，因为那屋四张床嘛，人那三个都是老公黑天白天陪着，就我真的就躺在病床上那一刻，真的那种孤独和无助就是正常人挺难忍受的。真的，你看人家对面仨都有老公，是啊，黑天白天24小时陪着，啊，就我自己。所以，瞬间就觉得，受不了。尽管孩子们都挺孝顺的，但是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工作，这次生病啊，吴大姐选择了一个人住院。当看到了对床都有老公陪伴，而自己却是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吴大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吴大姐想，是时候该找个伴了。而恰巧此时，她在电视上看到了马华马大哥的节目，然后一看他个头啊，形象啊还可以，看他身材啥的还都挺好的。另外考虑我两家离得还很近，就这么回事儿。哦，那个大哥家在欧亚商都，就在内侧。要是走的话，也就是7-8分钟。看到马大哥的节目后，吴大姐对马大哥很有好感，吴大姐决定为爱勇敢一次。于是当天下午，我们就带着马大哥来到了吴大姐的家。